之路。在一帶一路的政策帶動下，有香港人先到新興國家探路，希望飲到頭啖湯發展事業。如果一件貨品由南部一個叫做達沃市送到馬尼拉咧，其實所需的費用其實係比馬尼拉送到香港更加龐貴嘅。咁但係其實大部分嘅農產品啦，或者係製造業嘅產品咧，好多都係來自南部啦。我相信外來嘅一啲資金就有機會可以協助到嘅。Kenny 目前係一間新加坡投資公司做嘢，喺未有一帶一路嘅概念前。他们公司已经到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寻找新兴市场的商机。其实当时我在新加坡的公司就是帮了很多南部的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中小企啦。咁除了他最主要的椰子业之外，我们也都涉猎到例如捕鱼业啦，咁甚至乎是一些木材建筑啊，或者是矿场的发掘等等啦。我们当时投资的一些公司亦都有部分是相當成功啦，甚至乎係佢為一啲美國受龍捲風侵襲嘅地區提供埋一啲材料嘅供應咁樣啦。佢話喺菲律賓考察咗一段時間後，發現其實商機處處，大型投資包括電信、供電等基建，較細規模嘅好似運輸物流服務、電子商貿等。佢認為香港喺人力資源上絕對有優勢。問題是香港人有沒有認真了解當地情況？香港的創業家啦，除了是針對香港這個700萬人口的市場之外啦，也都應該放眼世界啦。咁菲律賓作為一個我哋鄰近國家啦，其實有超過一億的人口是可以提供服務。菲律賓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其中一站。事實上，菲律賓近年的經濟增速強勁，連續四年保持大約6%至7%的增長，而在世界經濟論壇的排名亦都在50名之內。菲律賓的經濟結構中，農業佔了12%，有近60%都是服務業。有當地報告說，雖然服務業當中大約有1/6是外佣收入，不過這個數字很快會被離岸外包服務超越，因為很多歐美企業都在當地設立英語的電話服務中心。這個行業呢，對於當地的畢業生來說也很吸引，因為它幫一些外國的跨國公司做這些商業流程外包服務，它賺的薪金可能比一般本地公司提供的是更為多啦。所以一般的大學生只要是進入這個行業，其實已經在當地是算是中產的。不過他說，由於當地政府行政效率低，要在當地做生意就要多了解菲律賓的文化。海上絲綢之路的範圍由亞洲向西擴展，經孟加拉灣、亞丁灣進入地中海，到達終點歐洲。當中位處東非的吉布提，雖然不屬於一帶一路65國之一，